嗨，收看水电爸爸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快转。水电爸爸频道终于破1000订阅啦！那这影片就要来拍很多 YouTuber 都拍过的1000订阅 Q&A。只要在这影片和 FB 粉丝专页下面留言，问题量够多的话，我就会和黄爸拍一集1000订阅 Q&A。赶快把你对水电爸爸的疑问，还有想看什么教学影片，在下面留言。之后拍 Q&A 可能要10000订阅以后了，要问要快。还有水电爸爸这频道之后会出非关水电单元，就请大家期待啦。